我是刚刚一流车长的111年1月17号台北高铁，台湾高铁台北站哦，自由坐实习，门下有6736849，哇，大司令，哇，好感动，这是要那个我的生日铁道之旅，知道吧？真正要到中南部，等下我搭的是18:31的153次，开往浊音了。台湾高铁超级快速列车。啊，如果喜欢的猫，咱们多多点我们的酒。啊，还有各有849站站停的，以及673跳蛙式的，还有675153的。好了，如果下面干嘛，咱们多多点我们的酒。只有坐那么多人，他们选尾车啦。尾车其实蛮多的，不管双片跟马扎门都在顶到九万片，两位自己就拿吧，拜。18:11还有一班。台北站，哎，有个缺点就是啊，高铁。然后晚餐早去高雄解决了，这样是吧？好了，下面跟妈咱们多多对我们到耳机关门，那这次就那，拜拜。我看一下，17:58哦，有拍摄，还有列车进站，刚刚这次就那，拜拜。我在台湾高铁台北站的月台的，有列高铁列车进站哦。啊，这次要去中南部铁道之旅，生日铁道，一月生日铁道之旅。南港06604，还有南港的自由，然后高铁列车，想应该自己就能了。好的，我18:31的马超直达到列车，然后到左应该20:05，这个安排电话。